新竹园林智慧城市2023的园林灯会啊，从今天晚上7点点灯。当然要来园林佚佗，园林真济真好个所在啊，包括我们南区公园啊，南区公园每一年拢有咱这个叫啊波士奇啊，对，今年哦啊较无同，因为今年哦，因为啊进口的有那个波士奇进口的关系，所以今年啊改种我们的一个油菜花啊，油菜花今年更加漂亮啊，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能够到园里来赏花看花灯。动员呢，赏看花以后啊，到你可以吃美食，晚上可以逛我们的啊灯会。我们今年的灯会啊，跟以往都不同。以往是啊，就是一个灯啊灯具来取代一个啊灯会。啊，今年我们是用观光镜来取代整个灯会啊，重新布置，从我们的火车站啊，到我们的光明街啊，包括我们的帕九巷。园林公园包括白果山，都一系列一个观光镜的一个啊灯区，非常非常漂亮。欢迎全国各地好朋友能够到园林来赏花、吃美食、看灯会。啊，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啊，兔年行大运，鸿兔大展。2023幸福园林智慧城市，即届吼，咱园林区的市长吼，姚市长吼。啊，对着台明里的照顾吼，啊，伫遮吼撒下一片花海吼，会当予咱全国遮朋友吼，除了看花灯吼，白天可以来这边游桐花吼，赏花吼，啊，来食咱在地的美食吼，啊，欢迎大家吼来咱台明里遮佚佗，啊，咱嘛有种着济济芭乐吼，啊，甲地方的小菜吼，啊，拢会当来遮。七头安尼吼，感谢大家。关，来，赶快，小帅哥，赶快。好。你好。来，好，看前面，要退哦。来，1、2、3，耶！过来，过这边。耶！过这边来。带，哎，当姐，跳，当姐。